二战爆发后，意大利最初并未参战，那时丘吉尔正与墨索里尼频繁通信，力劝他不要站在希特勒一边，并许诺给他更多土地。丘吉尔对于这个英国选择墨索里尼作为一个争取对象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后来二战的一些选择来看，他对这个巴尔干还有这个意大利半岛的局势还是很了解的。那么这个呢，也就造成了，墨索里尼，后来实际上并没有像钢铁盟约一样的自动参战，反而宣布自己是中立了。德军在战争初期的胜利让墨索里尼相信同希特勒并肩作战能使意大利得到比丘吉尔承诺的更多土地。于是1940年6月，墨索里尼决定加入轴心国向英法宣战。此时二战已爆发9个月，意大利是最后一个参战的法西斯国家。墨索里尼有一种跟强者共命运的这样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这种想法，这是意大利的一个特性，就是喜欢同战胜利者站在一起。但墨索里尼没想到，他不听丘吉尔劝阻，被希特勒拉下水后，在二战中节节失利。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墨索里尼的失误：他的最重大的错误就是他在希特勒于1940年6月获胜以后，对法英两国的宣战。如果他不采取这种行动，他很可能使意大利保持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受到双方的奉承和酬谢，并且可以从其他国家的互相斗争中取得巨大的财富与繁荣。二战后期，随着战争失败，一些法西斯轴心国头面人物曾经频繁地与英美秘密接触。据后来披露，当时丘吉尔也曾经与墨索里尼秘密通信，让他抛弃希特勒与西方单独沟合。丘吉尔这样做有几个目的：其一，孤立希特勒；其二，防止红色苏联乘虚而入；其三，当时英美联军攻入意大利，罗斯福曾经单独起草盟军宣言，而丘吉尔认为英军早于美军与意大利作战，宣言中所给予美国的地位对英国不公道。为此他曾经致电罗斯福要求修改宣言，他想与墨索里尼私下沟合，也有想主导对意作战的意思。那么墨索里尼对此又有何反应呢？1944年底，随着战火迫近意大利，墨索里尼在米兰歌剧院举行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群众集会。此后，除偶尔接受一些访问外，不再公开露面。1945年4月15号，墨索里尼对一位旧日的仰慕者说：“我命中注定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这个时刻就要到了。”他还向周围人表示：“法西斯主义必须死的英勇。”因为亚米斯他更多是在什么呢？他要就是大家都来关注他，大家都来吹捧他，所以墨索里尼经常会把勋章挂一大堆的那种人。但说这话的同时，他却正派儿子维托里奥·墨索里尼联系米兰红衣大主教舒斯特，让他向反法西斯力量传达私下求和的愿望。